歡迎嚟到新一集嘅 Esa 心靈分享。咁咧就你見我揸住呢把扇，你都知我好中意呢把扇，係有幾中意。啱啱今日新買。咁好啦，今日想同大家講咩咧？就係講媽媽。咁啊，放心，雖然講媽媽，今集咧唔會爆喊嘅嚇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講嗰個方向。OK， 咁啊，話説咧，琴晚我翻屋企咧就游夜水咧，琴晚嚇游完夜水翻嚟咧就發現開唔到條門。咁啊點咧？原來咧個地下咧。就我幅耶穌的畫咧，就俾我只貓打爛咗。咁我幅畫第一個櫃好高啦，個櫃係去到我個胃咁高，然後跟住幅畫係打斜嘅。而其實你一隻咁細嘅貓仔咧，你要打爛幅畫咧都好唔簡單。所以咧，第一我就決定就係一定唔關小 B 事。第二就係阿小寶係一定係唔可以，就一定係佢噶啦，因為係得佢可以跳到咁高，同埋可以咁大力將個幅畫打爛。咁 anyway 唔理啦嚇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哇，啲火咧喺個丹田度燒上嚟啦，跟住就又唔打，唔可以打佢。啊，我都有打嘅，打咗佢大髀幾下，然後跟住第一時間即刻將佢送入廁所啦，韞住佢啦。然後跟住我自己又濕滴滴喎。原先翻嚟咧諗住咧換衫啦，因為我沖咗涼噶啦，喺啦喺個泳池嗰個浴室，但就翻嚟即刻嗱嗱換衫，都唔敢換衫啦，即刻將嗰個處理咗呢件事先，因為一地都係玻璃，同埋玻璃好碎啊。咁分鐘又唔知飛咗邊度嘅話咧，就慘親我啦，或者慘親啲貓仔啲腳啊死啦！咁我點樣同你揾翻出嚟咧個玻璃碎片？然後跟住我就一肚火，佢仲要將我個台面嗰啲 organ 啦，即係嗰啲液態能量交換器咧劈埋落地，咁啊當然崩鬼曬啦，係咪？哇！仲把火咁樣，咩叫修行啊？這個時候就係修行啦，嚇！這個葉本法則話唔好火燒呢個功德林。唔燒啊，好難啊！即係你就哇啲心火咁樣，然後跟住我就要將個幅畫處理咗佢啦。咁啊，因為有好多玻璃未曾爛噶嘛，咁啊要翻去廚房攞個錘仔揼爛埋其他嗰啲未爛嘅玻璃，因為都碎得好緊要噶啦。又將成幅畫啲玻璃全部落曬地，再掃起曬啲玻璃，然後再所有玻璃碎掃好耐，因為玻璃碎唔係咁容易掃，然後再吸塵，因為驚佢有啲細玻璃咧。在我嗰啲啲街磚嗰啲罅度啦嚇，我一路掃咧，嗰陣火咧難以形容啊！咁啊，唔理邊個爛打爛噶，都要將佢擺入嗰個廁所入邊 ，OK？ 然後跟住我諗，我仲要擔心佢兩隻衰貓有冇會慘親手腳啊咁樣。如果你忍，你真係想打鬼死佢，然後嗰個 moment 當然又諗養乜鬼貓咧，係咪攞嚟衰？嚇！而家咧又要煮貓糧，同埋 by the way， 貓糧都係認真唔平喎。咁啊，最近咧，卒之咧就揾到啲素食嘅貓糧，因為街嘅貓糧咧就即係特別係靚貓糧，佢哋又唔食啦嚇。粗貓糧咧就 supermarket 嗰啲咧就又鹹又重味精，佢哋梗係開心啦。咁啊食慣咗，因為初我唔知訂啊嘛，就 supermarket 買啲最靚嘅40多蚊一包咁樣。哇！原來啲稍靚嘅貓糧咧，同一個份量咧係講緊200-300蚊啦，400蚊啦一包嘅。嗰啲7kg嗰啲咧，講緊係900幾蚊、1000幾蚊包都仲有，即係講緊用農場雞啊、organic 嘅三文魚啊咁樣，仲貴過人食嘅多多聲。咁 anyway， 成件事我一路掃玻璃就一路諗，一定係咁噶啦。當我小 B 嘅小寶乖嘅時候咧，就覺得佢自己好幸福啦嚇，唔使生有兩個仔咁樣。特別小 B 咧，有時無端端咧突襲我咧，佢好笑嘅。我企喺度，即係佢知道我出門口，佢無端端跑過咧，跟住佢彈起咧，揾隻手仔咧掂下我隻大小個小腿後邊咁樣，然後跟住佢又跳咗落嚟啊，跟住佢又行過又係咁彈起咧，彈掂下我個小腿，跟住又行去，好得意嗰啲感覺。嗰啲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幸福 ，OK。但係當佢打爛咗我呢樣，打爛咗我嗰樣，日日都將我垃圾桶拱落地，然後跟住抄垃圾嘅時候。I don't feel so happy. I don't feel so fortunate. I don't feel so 幸福。I'm not 幸福 at all. OK。咁啊 ，anyway， 咁啊，掃曬所有嘢之後，我第一種感覺就係，我覺得媽媽好偉大，好偉大。呢兩隻貓，講真，鬧還鬧，打還打，我都唔去到今時今日就唔捨得送俾人噶啦，因為已經有4個月感情啦，同佢吻屎吻尿，同佢即係嚇，同佢玩，喂佢食嘢，不斷研究佢個食物，又呢又路咁樣，又幫佢抹眼屎、抹鼻屎呢啲咁嘅嘢，呢啲咪就係愛咯嚇。做咗咁多，其實係我付出咗好多愛出嚟之後，你就唔捨得送噶啦。
咁但係如果而家時光倒流去翻三月三咧，我就一定唔會養貓，老老實實，絕對唔養。養貓咧係一種咧又愛又恨嘅修行嚟嘅咁樣。然後我諗到養貓都咁樣，仲有好多嘢我未講啊！我未講係要研究呢個貓兜咧，啲貓兜咧成日俾啲蟻仔侵入嘅，攻擊嘅，啲蟻仔成日食啲貓糧嘅。咁然後啲蟻咧入咗貓糧嗰個兜咧，啲貓又唔食噶啦，因為其實咁啊係嘅，啲蟻係爬埋曬嗰啲水渠啊、坑渠啊啲地嘢啊，個身係咁已都有15至50種病菌嘅，所以啲蟻躝嗰個食物咧，其實唔好食啦嚇。除非你好似長江話齋，長江話你需要呢啲抗體嘅，曱甴撈嗰啲可以食嘅咁樣。OK，you、okay, go ahead，OK，、okay? 我唔好預我啦咁樣，我夠抗體嘅嚇。Anyway。所以如果你是媽媽的話，請你多多嘉許自己，多多去欣賞自己。如果你是有媽媽的話 ，which is I suppose 個個有嘅，係咪？除非你真係好特殊情況啦嚇，咁啊同阿嫲大啊，即係同第啲人長大啦咁樣。因為做媽媽真係太不簡單啦。我有時諗，如果我是一個我真嘅媽媽，我咁偏心嘅小 B。其實對阿小寶，即係對阿哥哥嚟講咧，係好大嘅，可能好大嘅傷害。其實我而家係要做多好多嘢，係我成日要去抱阿小寶啊，錫阿小寶，零零舍舍同佢 spend 啲親子時間啊，等佢知道媽媽都錫你。其實我係真係錫阿小寶多，阿 B B 多啲嘅。咁只不過就係唔想阿哥哥咧心理唔平衡啊，咁樣樣就即係另外補償俾佢。然後我真係發現開始明白。其實可能不是真的，但我細個我覺得媽媽很偏心啊，爸爸很偏心啊，阿爸爸又錫阿細佬啊，阿媽又錫阿細妹啊咁樣。我做大嘅就做啊，有得做嚇，錢又唔見分得多咗，credit 又冇得分得多咗，但係就打打鬧鬧係我最多嘅，做嘢係我最多嘅，因為揾鬼笨咁樣，做乜出世要做大咧？做最細咪好咯，冇咁然後開始明白我媽媽多好多就係、是。其實人偏心是很正常的，我也都開始明白到司長偏心也很正常。話時話我自己讀 Poly 的時候，因為你知道 你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，你都估到我後生的時候讀書的時候我都是上下樣的，就是很有性格啦，又不怕碼頭啦，又不擦老師鞋啦，又不懂得講好說話啦。不過如果我現在再入大學的話，讀回個 PhD， 其實我自己想的，我都想再讀個大學，因為第一次讀真的辛苦到嗌救命，第二次再讀的話我不會咯，要跟哪個教授 friend 我就會跟哪個教授 friend， 跟哪個教授要飲茶吹水啊，揼骨啊，講小姐揼骨，揼骨又過分了一點，我會做咯，為什麼要令自己那麼黑人憎啫，這樣。Anyway， 我發現真的很不簡單啊，我不知道我講了哪裡，講回媽媽這件事，開始明白為什麼教授會偏心，老師會偏心，牧師會偏心，是人都會偏心，因為 我就沒有留意這件事，因為我自己都是人，我都會偏心嘛，這樣。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媽媽，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有時候其實都不是那麼想做媽媽，不奇怪的，我見過很多即場面，其實第一就是不是個個女人適合做媽媽啦，我是日日都很感恩，咦，我沒有生小朋友，我真的很感恩。無兒無女坐蓮花，多兒多女多冤家。如果你仔女多，又個個孝順聽話，你是收了很多個細好多細的福德，你才會有這樣的果報。我就不敢我不敢，即係我好驚，就係我生好辛苦咁生十月九月懷胎，十月懷胎咁生咗嚿叉燒出嚟，跟住阿老公同我感情不好，又或者佢之後就跟我分手，然後跟住我一個人做 single mother， 然後跟住湊住三五七件或者兩三件咁樣，好我好佩服你。如果你是一個單親媽媽，因為真的很不簡單啊！特別有些媽媽咧又要揾食啦，就個男人走咗之後係家用都不俾嗰啲咁嘅衰人啦嚇。算啦，唔好鬧人哋衰人啦，人哋有人嚟難處啦，兇性啊嘛，係咪？大家而家玩兇性啊嘛，兇性啊，唔俾家用都係兇性。真係做媽媽嘅。要多啲滋潤下自己啦，得閒咧，即係俾自己休息一下啦，收下甲啦，打下坐啦，游下水啦咁樣。咁我發覺游完水之後，即係特別做運動係好重要嘅，做下瑜伽啊，去散下步啊，寫下日記啊，點都俾自己有一啲 me time 咁樣。
嚇咁樣。咁仲有，如果係大家咧係亦都可能有另外一種人係咩咧？就係好想做媽媽，就係、是、我都有好多嘅呢類人，就好、是、想做媽媽，但係係生極都生唔到，即係好難去懷孕咁樣。咁都唔好失望，點解咧？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咧月經呢樣嘢啦嚇，我哋 period 呢個月經啊，其實係佢係一個好大嘅能量。呢、這個能量大到係點咧？就係、是、生仔咯，就係、是、本來月經呢、這個佢個週期呢件事就係佢俾 energy 係一個 BB 去俾生命一個小朋友去承認嘅，所以。其實每一次咧，當我哋 M 襟啦，我唔知你點啦，我冇噶啦，因為更年期咗好耐啦都，我以前身體唔好，好早更年期喎，咁啊所以如果你係本身係想生生唔到啦，好耐都未懷孕，未曾可以未生到啦，比較難受孕啦，或者你係一個少女一個女士咧，就成日都 M 襟 M 痛嘅 ，M 襟嗰時 M 痛嘅話。你可以做一樣嘢嘅就係咩咧？將你嗰、那個M 襟嗰個月經嘅嗰個 power， 即係話你呢個月咁 by the way， 其實你有幾多可你個 M 你嗰、那個月經係真係變咗個 BB 啊？即係好少，你一世人咪一次兩次頂籠三四次啦，香港人都唔會生得多啦。咁即係話其實大部分你嗰個月經係嘥咗嘅。咁啊點咧？你就可以利用你個月經冇承認，即係冇生到 BB， 佢。留翻出嚟啦，你就將呢個能量咧，就 give birth to a project， 即係話你將呢樣嘢俾一個事件，可能係你想寫一本書好耐，或者有啲你好想去旅行，或者好想點點點，你可但係唔夠力，你可以將呢個 M 襟呢樣嘢，佢冇承認，佢呢個能量本來係俾呢個能量係一個 BB 仔承認，但係而家就變咗係你俾個 power 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project 將呢個 energy 俾咗一個 project， 然後等呢個 project 係可以孕育成為一個即係一個成功啦咁樣得唔得？呢個非常之 powerful， OK 咁樣好啦，咁啊講到呢度啦，唔好講咁長啦。咁啊話時話啦，咁如果你中意我呢個節目嘅話，咁啊俾個 like 我哋啦，留言啦，訂閱啦，撳鐘仔啦，最緊要快啲加入呢個雙嘴一台，成為我哋嘅正式會員啦。咁咧就如果你喺而家咧，直至到呢個七月底成為我哋正式會員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咧喺呢個八月17號咧就會送一個位俾你。唔可以話送嘅，因為我哋收翻99蚊場地租，咁就會係呢個向宇宙下訂單嘅高級版。咁就蘇花講過一次嘅啫，咁啊兩個鐘頭，咁啊加埋傾偈可能兩個半鐘頭啦，例如，咁就而家只係99蚊嘅啫，咁你就可以參加啦咁樣。咁如果你話哎呀我都想參加，但係我啱啱即係已經入咗會啦喎咁樣，咁你可以咧一係咧就係介紹一個新朋友嚟參加啦，咁你朋友就可以上啦，你又可以上啦，又或者係唔好麻煩啦，我唔想做 enrollment 啦，咁你就可以咧續會續多一年咁樣，咁就一樣係480蚊，咁你就可以咧俾99蚊場。場地租啊，冷氣租咧就嚟上呢個向宇宙下訂單嘅高級版。高級版你上乜嘢？唉，梗係精彩啦！我教過呢個吸力法則同埋吸力法則高級班、向宇宙下訂單同埋向宇宙下訂單嘅高級班，四班咧，四個 workshop 嚟講咧，入邊啲料都係唔同嘅，因為我實在太多料啦，我唔可以話只有料，我真係太多料啦。基本上啲料都唔係好需要重複嘅咁樣，咁所以咧。大家就快啲啦！咁同埋 by the way 咧，我哋呢、這個七月六號星期六啊，咁我哋咧下晝咧會訪問阿 Sean Wong 嘅嚇，咁樣如果你係我哋雙嘴一台嘅正式會員，你又想去即係去睇我哋嘅錄影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打呢個6998-3791俾阿 Rebecca 去book位嘅，咁就阿 Sean Wong 咧啲料都幾。幾另類的、啊、如果你對於啲重口味的嘢係有興趣嘅，即係阿 Vincent Pan 啊、阿 Sean Wong 呢類啦、阿翁適懷佢哋嗰啲訪問有興趣嘅話咧，唔好錯過啦，因為最精彩嘅資料一定係錄影嗰時先睇到嘅。OK， 咁就都係場地租，就收翻99蚊嘅啫。OK， 好多謝你，拜拜。